哎，道哥，你能不能把这板放下来？我们看不见了。我知道你这板很有音乐感，但是我们真看不见了。换一个角度。现在这儿最高了。现在我跟优哥，我们仨一排一号。啊！坐着坐着坐着，他们今天很欣赏，坐着看。大年初一嘛，刚哥。哎呀，哥们儿，让我们哎，我们家何小平，人家不听一跳。导演，哎，把这盖儿给放下来。把钢筋盖儿，哎，这是冯导，磊哥，冯导，把钢筋盖儿放下来，比划比划就行了。比划比划。有的，第二个。比划比划就行了。这个要是得把嗓子拉开啊，把钢筋盖盖上，不行我们看不见了。哎，就必须盖上，要不优哥咱这一掰一号废了。现在可以啊，上这后面。哎，这好，地道。哦，还有一层呢。哦。刘欢，让燕儿唱，然后啊。燕儿姐，这回把嗓子给拉出来啊。别劈着，哎，就差不多就行了。我不太使劲啊，不太使劲。哇，棒！我还是看不见。哎呦妈呀！我跟你说